哇，超高的。真的是也是刷新自己的记录了，四颗，好像还可以再更少，越来越贪了。就开头那一段吧，可以少一颗，我觉得。只是后面最后一段，我觉得打得很少，就是有些该出的地方没有出。有些也不能说该出的地方没出，容易出的地方没出。不知道，我不知道黑天鹅满分的有没有很。看一下，因为像 F 开头那一首，满分的不到100人，有这么多人，可能太恶名昭彰，挑战者就很多。欸，没有。47、48、48人，我在101名。哇，果然我们的变速哥都一柜的差别。